这块宋庙或者地里面前一点就是旱地啊，就是宋庙或者旱地里面这种地方比较多一点。在野外这个地里面，它这个这个密度很高的，它因为这个产卵量很大，就是这个季节，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是比较多，地震前兆是的，每月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危害。